说到这里，我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了，太难受了，不愿回忆这个事情。发热门诊，50个医生，将近100个护士，在那24小时连轴转，都是输液最高的时候达到500个，就是想为更多的病人提供服务。散开2秒钟，又危险了，就黑压压的。然后这边全部是躺满的病人，然后输液室那边也是躺的有病人，因为收不进去啊。只要是他看到有空地方，他就搭张床。啊！救命！医生，赶紧的，我也在发烧啊！我也在发烧啊！没有办法给他安排进去。然后那天他突然对我们下跪了，所以那件事是最触动我的，就是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没能力帮你。其实我也想帮他，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床位给他们。